庞大，由世界球后戴资颖领军，还有羽球王子王子维、桌球黄金混双林昀儒、郑怡静、桌球教父庄智渊等等选手一字排开来站台。工谷银行抢搭冬奥热潮，推出奥运牌信用卡。林昀儒、郑怡静更在台上透露，两人怎么维持绝佳默契。我们的模式比较是轻松一点，而且一个是我们喜欢一起去吃美食。对呀、啊，他喜欢吃什么美食？好吃的，好吃的，咸的还是咸的？应该都有，会有哟。不过林昀儒同样腼腆，沈话逗得台上台下哈哈大笑。目前跟学姐郑怡静搭的混双组合排名稳坐世界第二，另外还有世界球后戴资颖，冬奥结束后还没有新的赛事，依旧排名世界第一，也说利用这段休息时间陪陪家人。我们家其实就没有什么太特别，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会一起吃饭跟聊聊天这样子。还有另外一家工谷银行同样打出奥运牌，帅气挥拍或是握拳呐喊，台湾羽球男双李阳王麒麟一个月前替台湾拿下金牌，全台民众热血沸腾，如今两人球场英姿就印在卡片上。我觉得我那张那个挥拍的还蛮很帅我比较喜欢那一张我觉得就比较像我们两个很自然就是呐喊在比赛中那个画面。两种版本卡片都让两位主角直说太帅了。其实8月31号刚好是林阳奥运摘金满月，还记得当时金牌战最后一球压在线上，经典画面。不少民众在网络上敲碗信用卡，台湾选手在奥运场上大放异彩，国内也刮起运动旋风，热潮也持续延烧。曾一新闻特邀薛 SNG 小组台北报道。